兄弟们，真的不要追求什么高电池效率了。买二手机啊，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误区，什么误区呢？就是一味追求什么高电池效率啊！你不看看你买的是个啥？买个11、12、13，你还要电池效率90多了，兄弟。现在我跟你说句实话吧，华强北这边13以下的基本上都是在85左右的一个效率，想要个90多的，不能说是没有啊，非常的少见，而且的话价格的话也很贵啊。看看这是啥来？这里面有一个小板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小板。展示一下，关完这个小板之后啊，你的电池效率想要多高，随便改，随便调，只需要几十块钱就可以搞定了。这个视频可能砸了很多同行的饭碗，但是啊，不得不说，因为啥？因为最近的话，好像找我要什么11、12啊，有没有电池效率90多的？兄弟，你自己想一下，那11、12都多少年的机器了？它可能有那么高的吗？是不是？就算它有，也非常的少见啊，不能说是没有的，非常的少。与其买个这种改电池的，大家真不如加钱买个超容电芯，直接。移植上去，那使用根本都一样，没有任何的区别，续航的话也差不多，不差上下了。我跟你讲，清醒一点吧，现实一点吧，兄弟。有时候真的不是说商家想坑你，而是说你自己非往那坑里面去跳，真的是没办法。Nice.